五三二五八九九二五三二五八九九。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大家好，我是渡边老师，非常感谢大家热情的支持，在六月十三号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及六月十四号在高雄社教馆即将要举办的阿里嘎多台日亲善音乐会，部分的门票收入我们都将会捐给红化怀幼院失亲的小朋友，听最好听的日本歌，又可帮助弱势的孩童。阿里嘎多台日亲善音乐会等着你来哦，7-Eleven iPhone 都可以买得到票，或是打台北02-2363-7076 02-2363-7076。谢谢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心から感謝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快乐联播网，今晚的时间。暗时六点，提供台湾人民言论的自由，给台湾人民最智慧的方向，精辟的分析，带您了解台湾的政治脉动，独到的见解，让您听见台湾人民的声音。台湾最大动力，我们活动时间，台湾。